大家好，我是钟离。自从上次变小之后，我本以为没事了，毕竟跟大家也解释清楚了。结果，这该怎么办呀？变来变去的，明年公子的家伙都变回来了，有点意思。可亲呀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你先站起来一下。怎么了，堂主？堂主，你干嘛？果然比我大呀！那什么，一个男人的胸都比我大。堂主，我现在是女人，所以我才羡慕呀。你是男人时有翘臀，女人时有大胸，我不管，我就是好羡慕，我也要这样。这孩子，我真是应付不来呀。这药剂真的有用？依照白先生所说，喝下两杯的药量就可以变男再变女，身材也会有变化。太棒了，我现在就喝。就是喝多了应该会有一些副作用。没事没事，就当是试药了。这也太棒了，我终于不是提瓦特第一回了。葡萄姐姐好 C 呀。那是当然，以后我就是提瓦特第一火 C。看来堂主应该是没什么事儿了，那我先……堂主，你又干嘛？哎呀呀，可亲，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很像姐妹吗？而且这么有意思的画面，肯定要记录一下呀！来，可亲，笑一个。堂主，喵，果然还是有点副作用的，直接变成猫猫了。喵喵喵喵。